醫生話阿爺咧只係早期癌症，大家唔使咁擔心嘅。只要接受治療，好大機會都會好得翻。不過啲醫藥費就我淨係出10000嘅咋。細仔啱啱上小學，又要學畫畫，又要打 tennis， 仲有個未出世嘅 B。嚇！我冇錢㗎，啱啱先出嚟做嘢，連自己都未搞掂。嗱，我真係咩都冇㗎，最多咪放假幫手睇住阿爺咯。點會乜都冇啊？我一早就幫阿爺買咗蘇黎世伴你遇危疾保障啦。無論係癌症、中風、心臟病、腎衰竭，亦或係其他三種早期危疾都保障到，有一筆過現金賠償，唔止應付到起居飲食嘅開支，仲可以請個看護幫手照顧阿爺添。我都有準備噶，加埋兒科院醫療保障，藥物同手術治療嘅開支都吸發到。本地同海外療法都有得揀。萬一復發都可以無限次索償，仲冇等候期添。即係搞掂曬啦！食一條龍，一炮雙響。哇！咁鋪咪好貴？點會呢？我哋打好細啫嘛，同保費一樣咁平。都係你兩個靠得住，一早就幫阿爺安排好曬。係全靠蘇黎世危疾雙重保啊！咁先可以衣食無憂一條龍。咁阿爺專心康復就得啦。我哋以後大把時間孝順佢啦。而家網上投保，首年保費仲有65折添。